哈喽各位，今天我们要来玩那是2020录的，你那智障脑子坏了吗？闭嘴，谁叫你那么晚解，操你妈，你那个垃圾废物干你娘。各位观众可以看到我的悟空一直处于晕眩，但不多，居然无视我。那我们有请新员工鸡鸡大来为我们唱一曲描述老板的恶行及愚蠢。老板自己说是重大档案删掉之后再怪片是不经片，后来片是在北京找到影片，结果老板反而骂他太晚间，可老板是垃圾废物压榨员工，懒懒懒懒懒去就请跟你的废物，操你妈，垃圾垃圾老板快下台了。你们好像忘记谁是老板了，你们两个都被炒了，可我的家伙，接下来就由我来跟各位解说。这是混沌大乱斗模式，不但可以实打实，还能买很多装备，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超强特殊技能。拍这个影片时我应该才果二，我就算处于晕眩状态照样敲爆对面。我以前很喜欢在结束时冲温泉，那这部影片就到这里，下次见，拜拜。